今年元旦，南投县竹山镇的指南宫都会发节目，是那一年是六年，现场百里的人超过八公里。庙方还特别准备的十七万份的节目，而所有来百里的人都量得到。竹山镇指南宫顺风的路人排到满满，还有人对十二年代就来排的，就是为了拿到六年的节目。庙方二年为了赶紧将安多人疏散脱，还提早来发。排了很多年了嘞，我签没几个就十二个生肖了。昨天晚上大概傍晚就已经将近五千个人来排队了，现在已经一直类似已经排到满了，所有停车场都爆满。往年指南宫处在不提年单盼发钱木的发土，每不提求了年初一发天一拜，大拜龙下请到民众来排队，为了感受民众的乖宴，庙方决定要取消求了年初一的发土。春节本来以往都有分，但是今年就是因为怕说再影响交通了，因为春节大家都会出来走村，所以我们春节那天就不办了。但虽然春节不办了，我们会用其他方式。指南宫的二年宫因为六年的节目亲属都分享，故说庙方要打帮用各种的方式，包含捐献夜灯，民众拢可以拿得到六年的节目。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竹山报道。